差不多1小时4分左右的水平。嗯，还有最后的一段路，嗯，终点就在前方，何姐加油。是的，我们看四个人很有默契啊。对，在今天的这个全程当中，这四个人都是一直保持在一起。是的，而且有沟通有交流。嗯，这样是不是也是选手之间的一种相互促进？是的，我们说积极的一种促进。嗯，哇，越跑越快啊，何洁在最后是完全冲刺了起来。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何洁啊，物理何洁获得了我们冠军啊。他最终的成绩应该是1小时03分。